这里要不要拉一点草莓？对，这个地方要有一些紧度啊。对，最主要是这个面要平。如果这里怎么对的两边，它的馍如果比较窄一点，怎么对的这两边就是很平衡的？这个本来是已经调好了的，装上去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说，看这里，看这两个面哪里多哪里少，就是这边要以这边这个位置。对，你看这里啊，你看现在都是不是一样是吧？和这个位置。对啊，就是看这个哪边多哪边少。这个位置。要调成一样，调成一样的话就按点动，然后先按点动，走一下，然后看哪边多哪边少，就调这个。就是多少就调这一个，对，一定要这两边一样多才可以按启动。如果这里面不紧的话，是不是要把这个拆开看里面？对，你先看，你先问一下他这个，这个笼子夹在这里的时候，手拉一下看一下，这个膜能不能拉得动？对啊。嗯。然后你试一下。这边要放长筒，还是就这个就。